接着下来，三号请出列。哎呀，哎，他属于纤细型的，感觉像韩国花美男。对啊，花美男太白了吧？这个还有一只。 踢点在这里，小鲜肉还不熟悉，你来300次了吧？这个好纤细，这个很，我跟你讲，日本有一派是属于那种电嘎哥型的，然后他们不喜欢练壮壮的，他们喜欢就是细细的，他该有的线条还是有，就是他的手臂还是有啦，可以手臂有向后转嘛。 可是他的手脚像女生哦，哎，你感觉比例是好的，腿感觉很长，被这样用力一下，这样背用力，有没有背肌？算了算了，好好好好好，他唯一最加分的是他鞋子感觉很干净而已。哦，细节，他是瘦长算高，嗯，然后脚也是长型，比例看起来好看。他内裤穿几号啊？有时候这种瘦长型，他前面带包呢。 L号，要说L可以吗？也是可以的，这样。你是不是晒不黑啊？我晒会变红，红完之后就白回来了。比例嫩肉型的，对对对，就是保护它。对对对，你稍微这样子，一用力是不是整只都红了？差不多。哦，你是瞎子吗？可爱哦。瞎子要泡热水才会红。哦，抓它就。可是这样这种男生最可爱。你跟他们大家都熟，对不对？你常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 不错啦，不错啦，好好好，请回你的位置。真的凶狠的跟斯文的，我看好3号。三号面具拿下一个史上无敌宇宙最凶狠的脸，一、二、三，凶不起来，好可爱呀，好有杀伤力。啊，你也愿意亮露点哦？哎，怎么样弄你都不会key派吗？某一个部位。 某一个部位，相对有什么部位？没有敏感部位。那是不是也要去看医生？要看脑科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嘿嘿嘿，他脾气太好，太软了啊！对，刚我一直被肾脆配。他不软，你不要这样说。他不软，来了，你的福利来了。怎样？三号硕汉请就位。三号硕汉呢，深思熟虑。 选了蓝色的围裙，大蝴蝶结，哦，来衬他的肤色。是是是。为什么你要选这首歌？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的，然后因为我觉得用这首歌自然是唱蛮有感觉的，因为它算是一首比较轻快一点情歌，虽然突然这样唱情歌好像有点怪。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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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上会怎么？对，你就对我们。好，那我就带来这首《公主你自转》。 虽然这样的相拥，也是简单俗套陌生。我说你是我的太阳，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。心情有黑夜白天，只差爱是这么自然，也生出丰富感想。 我像地球一样，你在我心里自转，我绕着你打转，一圈一圈公转，在人与人的银河，爱让我不间断，我因为你而转，一圈一圈自转 ，Oh baby， 我的世界命案，因为思念是人。 baby 那一刹那，我真的不行哎，我跑票。他 baby 是在叫，跟他穿情侣装。他好投入，好投入，好投入，他们两个在一个框里面，对，他非常投入。有加分。今天配对不是配我们，是配那边。你要想看一个 band 一个吉他手，他就是要这样，就要像瘦瘦的，瘦给瘦给，就是有点颓废感。对对对，他不能够太壮啊。 嗯、没有会音乐的男生太加分，不禁让我替4号担心了起来。